发希望能更长一点吗？养个男孩吧，我就怕第三个也是男孩。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备孕二胎，生完孩子之后还有补贴吗？生育津贴。今年是虎年，每一位孕妈妈都希望自己的虎宝宝能虎头虎脑、虎虎生威。今天我来到了新疆一家知名的妇产科医院，我们随机找几位孕妈妈，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。这楼都是孕妇和他们的家属，我们去看看。行。我看你拿着这个化验单，今天来做什么项目啊？唐顺，唐顺顺利吗？顺利。哦，恭喜恭喜！我今天就让医生看一下检查结果，好着没有？就上一周检查的无创嘛，就想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。产期也越来越近了啊，为这个孩子做了哪些准备？待产包里都有啥？待产的是孩子的衣服呀、包被，还有包单呀。准备好了，然后他的什么护理的一些东西，隔尿垫呀，还有那个就是卫生纸呀，就都准备好了。今天谁陪你过来的？我老公。老公啊，他在哪儿？能给你们简单问一下，今天来查的是什么项目？就是那个二级 B 超。二级 B 超怎么样？结果顺利吧？那还没检查呢，还没检查，准备检查。对。生完孩子能休多久？6个月。6个月。对。他有陪护假吗？有呢。现在就是生产之后的产假能是多久？顺产是158天吧，然后剖腹产的话再加15天，也延长了一点，之前是4个月嘛，现在6个月了，但是希望能更长一点吧。以前就那么少，现在就6个月，已经挺满足的，然后就哺乳期也可以早点回去。我每个月可以休2天的产检假，每个月都可以休。然后生完孩子之后还有补贴嘛，生育津贴。然后我那个单位那边。我领导他们也特别关心，他们给我邮回了7点半上班，可以7点半去上班，然后晚上也可以半个小时提前回去，这样的特别好。现在国家这个放开生二胎三胎了，你们俩有没有这个计划？给家庭还没有。还没有？为啥？是我的第一次嘛，我觉得有点紧张。有点紧张。对。我现在就把这个平平安生下来吧，然后后面还没想。因为是两个男孩嘛，我就怕第三个也是男孩，我就这么考虑了。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备孕二胎，就准备着呢。我想要2个。喜欢男孩女孩？女孩吧。我现在年轻嘛，年轻的时候生完，老了就不用了，瞅跟我自己一起长大。能要就要，反正我喜欢孩子。你也是喜欢孩子？对对对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好，没事。好，谢谢你们啊！希望你跟宝宝平安。谢谢啊！希望你跟宝宝平平安安。谢谢，谢谢你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。